妈祖生除了捐善款，还有公庙捐巴士。新北市新巴士是免费的社区巴士，从民国94年开办到现在，很多辆的巴士都已经到了太旧换新的年纪了。热心公益的三重一天宫，他们特别在妈祖生这一天，发挥了妈祖慈悲喜舍的精神，再捐巴士给区公所。一天宫赞，大喊一声赞，因为三重一天宫又捐赠巴士给公所了。今天的是阮二天宫天上圣庙圣诞千秋，吼、哦！啊，今仔日咧，用这才有意义的日子咧，阮来捐赠了一台社区巴士，要来贡献哦，咱市民来使用。选在妈祖生的日子，发挥妈祖精神，捐献价值400万台币的中型巴士，连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到场感谢公庙无私奉献。非常谢谢哦，一天宫的这个善心啊，集合所有信徒大家共同的爱心啊，今天来捐献一台社区巴士啊，这台社区巴士是免费巴士，等于提供给我们三重地区很多的民众这个行的便利，特别代表市府表达感谢。这辆巴士未来要供新巴士 F302 龙滨线使用。一天宫继105年捐赠新巴士后，再度做公益，不止减缓了公所购置新车的经费压力，也让三重居民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新车体验。记者沈秋林，区三重，唱不倒。